当雨声节弦哗哗时，当王蒙尝试哗哗时，这什么玩意儿过来了？当雨声节弦尝试短道时，当王蒙短道速滑时，比赛开始，王蒙抢到，好，抢到第一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继续保持在第一的领先优势，越滑越快，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，他可以，甚至可以调一下后视镜，最后的半圈了，轻松取胜，王蒙夺冠。央视对雨声节弦顶级的赞誉，容颜如玉，身姿如松，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他让我想起了一句话，命运对勇士低语，你无法抵御风暴，勇士低声回应，我就是风暴。雨声节弦，一位不带扬鞭自奋蹄的选手，得时清桃花面，从此阡陌多暖春。我们非常庆幸能够在雨声节弦最美好的年纪遇到了他，时光作度，眉目成书，从此我们的深情不被辜负。每一段青春都会老去，但是我们的记忆里永远会为雨声节弦留一个位置。下面请欣赏盟主做法。少年自由少年狂，生死山河挺脊梁，敢将日月再丈量，今朝为我少年郎，敢问天地是锋芒，披荆斩棘谁能挡，世人笑我我自强，步步年少。萌姐的霸气解说，顶级天花板。我要是想着花样的话，现在还有什么那个深雪装模式啊？就是我没有选择那个项目，我选择这个项目的话，也不定会有什么金岩人啊什么的，那可能就是我了。你就看我选择哪个项目，总是哪个项目的天花板。陈露姐，我跟你说，没事儿啊，就是那个年代，咱俩没在一起出场。行，其实你就是运气。